你们真不知道，这个地方火着呢。说句不好听的啊，除非有人抬出去，没人抬出去，那别说是单间，连个床位都没有。抬出去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人嘛，这个地方是来歇歇脚的，歇够了就是到下一站喽。下一站乃是天堂。哎哎，妈怎么了？妈低血糖了。那我还是回前一站吧。嗯。